晚上，众多艺人出席了时尚派对，而压轴出场的林志玲一现身，立刻成为了全场焦点。林志玲穿着时尚的服装，秀出美背，让现场的镁光灯闪个不停。就是在一个背部的一个蛙背，大蛙背，对。对，然后今年很多这种过膝的长靴，所以今天特别选择了一个过膝的长靴。而日前同门师弟郑元畅出片当歌手，林志玲特地跨刀为他拍 MV， 献出街舞处女秀，让许多人惊讶林志玲也能如此动感。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跳舞，然后这次学跳街舞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，然后也觉得说哇，运动还有跳舞真的展现所有的活力还有生命力。对，下一次希望可能国标舞吧，好像没有尝试过国标舞。林志玲曾发话说要在35岁前嫁掉，因此每每出席活动都会被频频问到何时结婚。但拍完电影《赤壁》后，林志玲身价飙涨，目前工作档期已经排到明年，看来林志玲要结婚再等等吧。记者王英兰、林振阳台北报道。